Hello， 各位好，那欢迎再继续收看这个 Viva La Vida， 这是 The Part 3。Part 3要我们上次教到这边，那这首歌比较长哦，后面我可能就教的比较快一点。好，我们上次谈到这边，我记得吗 ？OK， 你们看完 Part 2就应该知道，我们上次谈到这边。OK， 然后后面就介绍，OK， 然后又继续回来原来我们刚才上 Part 2教的东西，我弹慢一点。这是不同的时候，是这边就直接接到这边。有没有？这我们 Part 2也教过，它跟 Part 2一样。当我们弹到这边的时候呢，我们现在要接到第三个部分，就是从这边弹。这边怎么弹呢？我们还慢一点，先一样这样子按，然后这样按，有没有？中指这样去，有没有？到这边，这样按住，有没有？这边按住，这边按住，然后弹这个，有没有？没有，一样是弹这个音，这样，有没有？然后小指加上来喽，有没有？这边就要刷到他的那个开始进入下一个阶段的bridge， 所以我们到这边 OK， 然后这边这样按 OK， 然后回到这边这样按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这两个？有没有？有没有注意到？所以这边是，OK， 然后接下来这样按，这个按住，这个按住，这个按住，有没有？这三个按住，这三个按住，好 ，OK， 然后中指移过来这边一格，有没有？这一个，这一个，有没有？然后再回到这边。没有，这边有一个，这边要滑过去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所以这边再弹一次哦，我们弹这边。
我们刚弹到这边是没有滑过去的时候又回到这边，然后我们接到这边来是变成哦，再一次就有点不一样，有点小小的变化，你们注意听啊，有听到吗？是有没有有加一个这个音，这个音有没有 OK， 再一次有没有，有没有喂，我再弹一次，然后又回到原来我们教的，OK， 然后到这边就要结尾了。这边怎么弹呢？接着怎么弹呢？刷下去之后，然后我们右手这边没有，没有，然后弹一个 D7， 这样按住，全部按住之后按这个，没有，然后 E 吗？没有。我说错了，不好意思哦。它是这样子，然后再 G， 有没有 G， 然后再 E 吗 ？OK， 先，然后再 D7， 然后 G E 吗？所以是。就结束了 ，OK， 那就是整个 Viva La Vida 就教到这边第三个部分，希望你们会可以练练看，因为这首歌它很多地方是重复的，但是有微小的变化，所以你们要听原来的 demo， 然后去听熟它，才知道哪一个地方的细节的变化在哪里。所以学起来会有一点点吃力，所以要可能要稍微的仔细的看一下。所以我们刚才教的东西大概就是这样。那就下回见了，拜拜。